猫にゃにゃ Gotta to fight 喧嘩は恋のためジャリにゃにゃ Gotta to fight 全ては君のせいあらちょっと待って君何をやってるあれあらららら二人の深夜あの子を独占しないでにゃ
以后哟，欢迎回来。欢迎光临，您是需要一杯公爵红茶，还是一束蔷薇花？啊，原来您是想了解这个街区啊。如您所见，这个街区安静而又和平。不过，最近的夜晚有些不太安宁呢。这里流传着夜行者们的故事，也盛行着吸血鬼的传说。他们已经被时间埋藏许久，成为了一段无人知晓的历史。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前往调查。另外，可能还有一些您不太熟悉的势力出现，也请多加留意。主人过奖了，这是丽塔的职责所在。接下来，请享用丽塔特别为您准备的西兰高地红茶吧。嘿嘿嘿，各位晚上好，今天的哔哩哔哩崩坏学院二 HOKAI CROSS 2019特别直播马上就要开始喽！真的很对不起大家，这么晚才开始播，对不起啊！因为本次直播间推流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所以我们推迟了20分钟，抱歉让大家久等啦，让大家久等啦，真是不好意思呢。嗯，我觉得下播之后我们还来得及去吃个夜宵什么的呢。崩坏娘，你刚刚不是明明吃了很多排骨吗？崩坏娘居然还有工资吃夜宵吗？天哪！对不起。崩坏娘最近在减肥，夜宵什么的是不存在的。这个第一次出场就疯狂怼我的小同学，你还没有做自我介绍呢。Hello， 大家好，我是崩坏学院二市场部的悠子，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崩坏娘这么可爱，我怎么会怼崩坏娘呢？我只是替屏幕前的大家说出大家的心里话而已嘛。明明就是你自己的心里话吧，喂。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崩坏学院二制作人哈库，又跟大家见面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 MC 崩坏娘，那么我们就开始本次的直播吧。Staff 麻烦放下本次的流程吧。本次呢，我们的直播有福利水晶放送、未来情报公开、游戏疑问解答、时机受苦挑战等环节哦。另外，我们这次在直播期间呢，也会通过直播间宝箱的形式，分别在6:30、7:00、7:30分批次抽取共45位幸运的小伙伴，获得崩崩的周边奖励哦。那么马上就要6:30喽，马上就要6:30喽，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吧，开始吧。哇，丽塔小姐姐真的太好看了！我们一年一度的 HOKAI CROSS 又来了呢。在去年的 HOKAI CROSS 里面，浮华小姐姐来到了崩崩，那么这一次到来的就是我们的女仆小姐姐丽塔啦。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呢会有两个自机的角色，一个呢大概是在4月、5月的时候，一个呢大概是在9月、10月的时候，以及从去年开始，第一次 HOKAI CROSS 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小姐姐降临，就是我们的浮华上仙。对，而今年呢来到我们的角色就是我们的丽塔小姐姐了。
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丽塔的语音吧。就这么急着被吃掉吗？啊、哦，我好了。在去年浮华小姐姐到来的时候，我们为她准备了一篇特别漫画。嗯，忘记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崩坏学院二的官博和微信复习一下哟。嗯、那今年丽塔小姐姐降临崩崩，我们同样也为她准备了这样的漫画。漫画应该是在下周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是分为上下两期的呢。嗯，那么 staff， 我们就来先看看马上就要为大家展现的丽塔漫画的内容吧。嗯。我们可以看到幼年时候的丽塔在家人的指导下学习弹钢琴和插花，不过她好像并不是很开心呢。嗯，随着时间不断的流逝，她逐渐从一个捧花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持枪的女仆。哎、嗯，她为什么拿起了枪？她为什么穿上了女仆装？这一定是谁的阴谋吧？哎，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吧。嗯哼，那么除了丽塔呢？这次 Hokai Cross 还有什么内容呢？那就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喽。哦，我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了。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卡莲的新形象第六夜想曲。对、哦、隐藏在黑暗中的盗贼啊，露出你本来的面目吧。这位中二的嘉宾，请让我们停止这样的发言好吗？好了，除了卡莲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全新的形象要跟大家见面呢。崩坏娘你知道吗？我知道，但是在此之前我看到下面有一个小喇叭。那我们哦，对哦，戳一下，我们来听一下，戳一下。这里就是我的演出舞台吗？哇！哇那么下一个我知道，下一个我知道，你知道了，是化身为吸血鬼的德丽莎大人。哦，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我好了，我也好了，好的也太快了吧，你们。哇，德丽莎大人的月下春庸形象是真的很可爱啊！你看他伸出手叫我抱抱，哎，嗯，喂，我们的嘉宾好像有点不太稳重哦。嗯，可是啊，你要想，他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吸血鬼？他不是要抱抱你，他是要喝你的鲜血。我愿意。好的，不愧是你呢，不愧是我呢。但其实接下来还有很多内容要给大家介绍呢，那就是我最喜欢的神格觉醒环节。哦，神格觉醒环节来了吗？没错，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神格觉醒环节啦！锵锵锵锵！哦哦，哎，等一下 ，staff。哦 ，staff 放的太快了，放的太快了，假装无事发生。扣工资！竟然也有崩坏娘说别人扣工资的一天，真的不容易啊！来，崩坏娘，你跟我们说一下，这次我们全新的神格觉醒小姐姐有哪几位呢？一共有三位，嗯，分别是柴可夫斯基，嗯，莫奈，嗯，米开朗基罗。好的，加十分，可以加鸡腿啊！哦，好的，不愧是吃货崩坏娘呢，是因为真的没有钱吃饭了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形象吧。好的。哇哦，柴可夫斯基真可爱。其实柴可夫斯基已经在 Hokai Cross 的专题活动站上和大家见过面了。嗯，那么柴可夫斯基呢是俄罗斯的作曲家，因为他是作曲家，所以他的这件装备觉醒形象呢，我们也为他设计了军乐团的礼服。哦，然后他的那个这件装备呢，其实是一个打鼓的人形，非常非常的可爱，会一边走一边打着鼓。那么我身上能够拥有呢？等着喽，哎，然后欢迎胡桃夹子呢，它其实是一个童话风的芭蕾舞剧，所以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十二家的崩崩的。嗯，没错呢。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 flag 十二家的游戏。嗯，好了，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吧。哇，绿色的裙摆，绿色的小裙子，哎、颜料和。草帽、帽子，我已经猜到弹幕要说什么了。真的吗？嗯，真的吗？他们要说什么？不许说像，嗯啊，不许说他像那个谁谁谁。啊、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吧。哦，这就是我们的莫奈小姐姐了。没错，嗯，莫奈呢是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她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嗯，但是苦于我没有什么文化造诣，所以只能请哈库给大家介绍了。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哈库吗？莫奈呢，他在《睡莲》这部作品上真的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画作，一共是有181幅睡莲呢。
他就非常擅长于在不断的去捕捉在自然光影变化当中的一些色彩变化。嗯，我看见有人刷五彩了，跟五彩没有关系好吗？这就是我们的莫奈小姐姐好吗？是我先，明明是我们先，明明是我们先的，是我们先。嗯，然后其实在蹦蹦当中已经有一部，已经有一个莫奈主题的作品了，是日出印象。日出印象的瓶子里面有红色和蓝色，正好很小很好的展现了这幅画作呢，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呀？哎，哈古刚刚说到莫奈很擅长运用光影颜色对吧？嗯，那我开始期待他画板上画的是什么了。那一定就是崩坏娘的例会了。哎，可是二维的画面没有办法翻转的话，那崩坏娘，也就是说崩坏娘永远都不会拥有例会了。我们看下一张。哦哦，星星百合花。那么他是谁呢？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没错，意大利绘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嗯，但其实说到创世纪大家应该都不是很熟悉。我稍微介绍一下吧。他其实是教堂的一个天顶画，就米开朗基罗这位小姐姐呢作画了长达4年的时间，一直在盯着天花板，导致她的脖子都几乎要转不过来了。这幅画是她自己一个人画完的呢，可不容易了呢。其实那部画作上是不是有个特别经典的动作？对，我们要演一下吗？演一下好了。好，演一下。请导播给我们一下镜头。啊，不了吧，还要放大镜头演，那不是好羞耻。是。对，是这样。但其实我觉得就算演完，大家应该想不起到底是哪一幅画的。嗯，其实这幅画作当时是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洪水滔天诺亚方舟，所以他讲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故事。所以他也画了很久很久，我真是替他的脖子感到担心。哎，崩坏娘，是不是我们的宝箱已经开了？是的，没错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还有一个箱子是在7点，还有一个箱子是在7点半哦。不愧是崩坏娘，说出话来都笨笨的，好可爱啊！崩坏娘今天表现好好。哎，她有乖乖的在表演。那看到这几位小姐姐，崩坏娘有想到什么吗？我想到了，我想到了，他们都是艺术家，居然被崩坏娘竟然知道了，哎，真的不容易。没错，我又加了个鸡腿。在去年的 Hokai Cross 中与大家见面的是科学家系列的装备，那今年呢，我们准备的就是艺术家系列的装备，十分有文化造诣的装备。嗯，其实艺术家这个系列呢，在之前的蹦蹦当中就已经有在做了。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其实有王尔德的沙乐美，但是之前夜莺与玫瑰这件好看的衣服大家应该已经看到过了，以及比如说还有红与黑啊，悲惨世界呀，这样一些著名的作品，之后还是会继续推出相关的作品的。嗯，如果小伙伴们喜欢什么样的艺术家或者是作家文学家的作品呢，就可以给我们来搞啦，好吗？感谢你们哦。好的，那我们就放下一张吧。女仆小姐停不下来。嗯，这么说到了我们特殊的关卡环节了呢。哇，那么这次的新番外是不是有相关的剧情呢？林姨娘，我记得提问了，要给我加鸡腿哦。当然有啦，这次其实是我们的丽塔奉着她的主人的吩咐来到了天命。她来天命干什么的呢？当然是清理一些没有必要存在的东西啦。真的吗？不是来清理垃圾的吗？哎，是吗？关于垃圾分类这种东西，我可懂了。今天的崩坏娘怎么显得这么聪明啊？她是不是悄悄拿了导播的台本？没有。那崩坏娘你来说一下垃圾怎么分类。当然就是猪可以吃的垃圾还有猪不可以吃的垃圾。哦，那是不是还分为猪吃了会死的垃圾和卖了能买猪的垃圾？你很懂吗？那么 staff 放一下玩法说明吧。等一下我们正经的来说。悠悠子同学，你知不知道垃圾到底分为哪几种啊？湿垃圾、干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那么它们分别对应的颜色呢？这段切掉，我们直接进下一张吧。好了，认认真真的来说，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对引导画面。好的，悠悠子好好说。
哎，好的，嗯，那我们的湿垃圾呢是棕色，干垃圾是黑色，有害垃圾是红色，可回收垃圾是蓝色。 OK， 在这个试玩关卡里面呢，我们也必须要根据它的提示来选中对应的垃圾走到这条赛道上才能算作通关。 听上去大家都记住这个了吗？那我们就既然都已经说到这里了，悠悠子同学就来给我们展示一下这样的关卡吧。那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哦。第一次有嘉宾如此的主动，那当然了。我突然期待了起来。哦，哎，怎么已经在这里啦？哎，当然备好了吗？让大家看到我选的是哪一关了。记得开一下声音哦。哎，开了开了。好，没想到来了一个嘉宾比崩坏娘还要笨。哦，已经进入关卡了。好，第一个出现的是干垃圾。哎呀，好像刚才有点点卡，是不是有点小卡？哎，干垃圾。哦哟，吃对了呢，好像还是很厉害的样子呢。这种挑战对我来说，接下来是湿垃圾。这三个都不是。哎，你怎么突然机智了起来？我记得试玩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真的有这种试玩吗？好，继续。还是干垃圾。干垃圾。毫无挑战嘛。哎。好像有点厉害。还是干垃圾。湿垃圾。是中间这个。哎，不错。果然是。combo。选对了就会出现金色的光在脚下，加快你的移动速度，对不对？没错。不错不错不错。我怎么觉得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呢？好像是太简单了呢。悠悠子，你玩的是哪一关啊？当然是staff 快把画面切掉吧。哎，不对呀，我觉得既然有这样好的机会，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的崩坏娘来体验一下更高难度的关卡呢？后悔了，我刚把机器还回去。那要不崩坏娘，要不然再让 staff 把设备拿过来，我们让崩坏娘体验一下好啦。不是，这没有这个说法的呀。你们不能这样子的，我跟你们讲，那个staff快给他们发泡水剂，我们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哦。崩坏娘现在这么溜了吗？连这样的事情她都学会了。好的。接下来就是发放出来给大家兑换的150水晶兑换码啦。你们拿了水晶就要听崩坏娘的话哦。本次的兑换码是正式服 UEQREWQA， 测试服是 F3WOQ。 对不起，说错了，不要说错。F3WOKUHB。好了，刚才发放的鸡腿已经收回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是到晚上24点前都可以兑换的哦。对，大家都记住了吗？记住了，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喽。好像看到大家都打出来了，是不是？是的呢。好的、那么第一波的福利水晶呢就已经发放完毕了。那么接下来会有什么好看的呢？呀，甜到牙疼啦。我猜这是我最喜欢的柚啊，不，甜点环节。对，我们来看看这次又是谁回到了。哇，这个好像有点明显啊，大家有没有看出来领结的颜色？这个是谁啊？太明显了。staff。哎，这个侯母就更加明显了。我已经开始期待他的完整力了。我看到好多人都已经猜到这个是谁了。OK， 大腿袜，那就让我们把它给放出来吧。没错，是布罗尼亚哟，是可爱的布罗尼亚哦。哇，这布罗尼亚拿的是牛角酥，牛羊角 酥，对不起，牛角酥。牛奶的牛，牛奶的牛，牛奶的牛呢？这个直播间突然玩起了 CV 梗。那我猜这个羊角酥在游戏里，肯定是个投掷装备。为什么呀？因为是羊角酥啊，它一个嘛。哦，就这样整个。对，一整个嘛。那崩坏娘觉得嘞？我觉得是 biu biu 枪。哎 ，biu biu 枪是什么？就是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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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枪。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为什么崩坏娘配出来的配装都那么的。要去了，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投掷呢？不是啊。哎，猜错了。也不是彪彪枪啊。啊，它其实是一件非常神奇的装备，它是一个可以发射啊 PG 弹头的电锯。那它发射的弹头就是博洛尼亚手里的羊角梭吗？对。那我有一个问题，嗯，好的。它发射弹头出去的时候，空中会留下奶油的痕迹吗？我觉得这主意不错，要不你来画吧。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跳过，不如来看下一个。下一个会是谁呢？下一个会是谁？哦，好可爱的小裙子。嗯，大家猜到这是谁了吗？看到这个配色，我已经知道是谁了。问号？耶？哎，为什么突然出现了问号？真的吗？为什么大家都问号了起来？对啊，很明显啊。这不是很明显吗？嗯。哎，有人猜到了。真的吗？嗯。没有。有。没有。有。好，这敷啊敷啊的小裙子，然后还有什么呢？哦，同款领结，跟刚才的博洛尼亚同款的小蝴蝶结，还有呢，哇，头上可爱的小发夹，看到头发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这是谁了吧？看到头发还在刷新的这些假粉丝，希儿天下第一，希儿最可爱了。我怀疑你就是在趁机夸自己。哎嘿，应该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那么这么可爱的希尔在游戏里是一件什么样的装备呢？嗯，这会是我们甜点系列的第一件衣服。哦，嗯，然后呢，当任何的怪打到玩家或者是啃咬的时候，这件衣服就会自动向四周发射金瓶糖进行反击，甜蜜反击。嗯，可厉害了呢。这个希尔我已经很好了，接下来不管看到什么我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应了。哦，真的吗？ flag 立好了啊。嗯。确定了啊。嗯，不改变心意啦。嗯，那我们是不是开始进入下一个呢？下一个吧。嗯，哎，熟悉的温泉。嗯，哎，没见过的小恐龙。小恐龙，哇，这小恐龙还带着救生圈，未免也过于可爱了。哎哎哎，这个发色大家就能猜出来了吧。嗯，我们提一下，我们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猜出来。看一下有没有猜出来。我为什么看到有人在猜奥拓？哦，有人已经猜出来。哎，猜大伟哥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看到有人在猜奥拓？猜奥拓的就太过分了。啊，我已经看不清这样的弹幕了。好，那我们就放完整例会吧。嗯，锵锵。没错，是无色挥火哟。没错，大家看到这个一定会刷起来，一人一口不要抢。一人一口不要抢。你们怎么还在喝温泉水啊？求你们放过这池温泉吧。那么这么可爱的灰火是什么样的甜点呢？嗯，它是，你看它旁边放着一个小碗，对，是红豆年糕汤。嗯嗯，汤的话，那我还猜它是一件投掷装备。它怎么又是投掷了呢？嗯，可是它真的很像投掷吗？其实这次的这件装备也依然非常的有趣。哦，这件装备它是一个放置并且是一个像炮台一样的装备，可它又不是炮台。哦，因为它是个像投石机一样的结构。哦，然后那只可爱的小恐龙会哔啾哔啾哔啾往上爬，帮你把红豆年糕汤砸到怪的头上。哦，真是太可爱了呢。嗯，是的呢。我们要不在这个页面再停留，让我再好一会儿。嗯，大家都好了吗？大家都好了吗？其实关于这个温泉，大家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呢？那和灰火泡温泉的企划什么的有在做了吗？哦，这个企划不错，悠悠子交给你了。哎哎，导播刚那段切掉，我什么都没有说。那我们看下一张吧。哎，甜蜜的小小冒险。嗯，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在去年甜点系列公布的时候，我们为甜点系列制作了一期特别漫画。那么今年这期特别漫画也如约到来啦。嗯，今年的去年的漫画，去年的漫画，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哎，当时我们有，哎，看不到我，太小了。齐亚娜，对，我们当时齐亚娜和谁和牙医一块儿来到了那个博士的圣痕空间。当时大家逼着信马尔穿上了小兔子这样可爱的衣服。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啊。那么今年的漫画又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呢？由悠悠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专业工具人上线。今年的漫画讲述的是希尔的故事。没错，希尔穿着这件可爱的缀满金瓶糖装饰的服装出现了。嗯，哎，好像一出门就不太顺利。是呀，为什么会碰到一只奇怪的怪在追他？
不但不太顺利，还碰见了一个奇怪的奇亚娜。然后脑袋上还长满了蘑菇，酷叽叽。然后可以发现这个金瓶头好像越来越少了呢。为什么呢？希儿好像一脸无奈的样子啊。好像碰见了更无奈的灰火呢。这个灰火为什么躺在地上说要饿死了？大概是要饿死了。而希尔罐子里的金瓶糖越来越少了哟，金瓶糖已经快要不够了。天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咦，最后希尔和布朗尼亚姐姐还是见面了 ，Happy Ending， Happy Happy。那么在这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嗯，留给大家自己去读吧。嗯，好吧，那我们就看一下下一个环节。好的，好的，我们下一个环节。恭喜发财，红包雪条撂出来，看来是和新年有关的内容呢。这是过年的时候的东西吧。那旁边还有一个好看的福字呢。还有我们穿着新衣服的福华和奇亚娜哟。好，我们看下一张。锵锵，蓝色的福华的头发，帅气的首饰，很有钱的衣服，有钱有钱，没错，是上仙大人，是上仙大人，这就是给上仙大人在过年的时候专门准备的新形象啦。没错，是在上仙大人所在的神州的新年，赶上上仙大人的生日，为他特别准备的新形象。对哟，好了，我已经猜到了，悠悠子马上就要说我要死了。我怎么觉得我第一次上直播就被崩坏娘嫌弃了，前途一片黑暗。上仙大人的这件衣服看起来真的很值钱哦。对呀，那我们不如看一下下一张。我们不如看一下同样的云纹，同样看起来很有钱很有钱的衣服。等一下，他手上这个人怎么看上去不大对，是大家熟悉的那抹绿色。这么熟悉了吗？这么熟悉了呀。好吧，那么我们来看全图吧。是我们可爱的奇亚娜手上拿着一只，手上拿着一只，拿着一只，一只。奇亚娜的新年看板也好好看，崩坏娘什么时候能有这么有钱的礼会呢？所以崩坏娘也想有这样的新衣服吗？崩坏娘大概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只能像那个奥托大人一样吧。那这样的例会不是已经有了吗？林姨娘花架看板什么的大家还记得吗？对哦，也就是说恭喜崩坏娘，恭喜崩坏娘。某种意义程度上我也是有看板的嘞。好了，我们看下一张吧。就大家喊了好长时间的希望某某某某某某亮雪条，对不对？对不对啊？看到这个发色，看到这个熟悉的 logo 了吗？这个看到这个熟悉的发色，骚气的领带，这个人是谁呢？对了，就是我们的奥托大人。直播放送事故成因，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的奥托大人就要以这样帅气的形象，帅气的形象跟大家见面了。说起来，我们这个制作组真的很过分，明明知道玩家想对奥托做什么，还要给他专门画个帽子上去。戴个帽子不是很合理吗？不然大家还得自己画。我已经猜到，不出一分钟之外，这个奥托的例会那个帽子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其实，对我们贴心的 staff 已经帮大家批好了各种深深浅浅不同的帽子，任君挑选。我觉得其实放色卡更合适呢。随意吸色是吗？随意吸色，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抹。没错，终于有迫害奥托大人的机会了。大家觉得哪种绿比较适合他呢？这崩坏娘怎么回事？为什么崩坏娘迫害起奥托大人来这么熟练？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吧。
大家知道我们在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些新年的特别漫画，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啦。今年的新年漫画讲的是换上了新衣服的浮华和齐亚娜一起参加了大胃王比赛的故事，而这个大胃王比赛呢，无论是裁判还是主办方都是奥拓大人。我好像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这样的吗？那最后会是谁获得胜利呢？我猜是崩坏娘。可是崩坏娘没有理会。可是崩坏娘绝对是最大的大胃王。可是崩坏娘没有理会。我可恶，本小姐一定会有理会的。不过感觉到感觉到最近崩崩有好多漫画哦。对呀，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特别棒的画师太太哦。啊，那么哪里可以关注这样子的漫画太太呢？江江。好，我已经特别关注了。好，我已经转发评论点赞一条龙了。好的，那么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吧。彪彪，哇，这么快又来到水晶环节了。没错，接下来就是第二波福利水晶放送啦，大家都可以兑换到的150水晶哦。好的，那么本次的兑换码是正式服 U2BREPQW 测试服的 F4BYWGHZ。 完了，崩坏娘没有工资了。啊，你最后一个字母说的是什么？ J 真的吗？好的好的，那24点前就会截止哦，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兑换时间哦。好的，大家都记住了吗？都好了吗？好的，那我们就要接下来的环节了哟。Staff 请放。啊，手持花束定下永恒的誓约。约？难不成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花嫁环节？你为什么没有说是老婆环节？我才不信这是你说出来的话呢。我毕竟是个官方人员嘛，对不对？就不能说一些奇怪的话。我觉得我们这里要卖个关子，让大家猜一下接下来的花家都会是谁呢？有人猜了是信的，有人猜了是阿福的，有人猜大伟哥。崩坏娘，你看没有人猜崩坏娘。对啊，你看没有人猜崩坏娘。他们都想要信的和还有九霄的，九霄的还有岳母的，还有浮华的。岳母的花嫁不是有吗？已经出过了呀。博士的也已经出过了呀。那我们就不要卖关子了。希尔的都出了两个了呀。就是呀，你们没有的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德丽莎的也有呀，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回事？假粉丝。我觉得你们是假粉丝。好了，让我们看一下吧。好，哇，好可爱呀、啊！我死了，是法师，哎，法官，法官，对不起，法官，对不起，法官，突然换了世界观的即视感，怎么回事？小恶魔，小恶魔，哎，那就是小天使，小天使，对。我看这个西林，他又白，他又白，他又白，他又紫。这西林可是不止四倍的快乐哦。啊，真是太好了。那么这样的西林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呢？我们来引用一句大伟哥的名言，哎，没有什么是一发648解决不了的。好了，要被表了，要被表了，就到这里吧。如果不行那就两发。好的好的，就到这里就到这里。那么这么快乐的西林花嫁结束之后，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让大家再会觉得震颤的东西了。就西林放在第一个真的好吗？下一张快乐一下啊。那下一张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下一张吧。哎，香槟，香槟酒。哎，花束，紫色的花束，紫色的花束是谁呢？我觉得你在有端暗示。我觉得大家可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那我们就放下，有点过于的难猜了，放下完整的例会吧，不要让大家猜了。好的吧。你怎么这么着急啊？不要急，因为这张真的很好嘛，我很好。这张你这么好的吗？好的，我就很好。有请。怎么可能会有人看着这个还不好？反正我是好了。所以崩崩同性交友平台实锤。你冷静一点。请问这个信什么时候会开着跑车来娶我呢？要么你快点跟着他走吧。
在他那里你一定可以一直写方案写下去。哎，和信大爷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哎，不对不对，没有这种设定，没有这种设定。嗯，他那个信大爷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哎，不不不可以不可以，这不可以。我觉得下一章他一定又好了，我们看吧。你怎么知道他又好了？他肯定好了，他就没有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是的。哇，这个好像跟刚才的画风都不大一样哦，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么不一样的东西，大家可能已经猜到是谁了。嗯嗯，哇，又是花束，同样的花束。嗯，哇，好大一朵花。这个人是谁呢？没错，我看到大家已经刷到了，是我九霄大人，锵锵！哇，我好了。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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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我愿意困在他的那个鸟笼里，永远成为他的囚徒。不对，下半句应该是永远为蹦蹦写案子。哎哎哎，永远为蹦蹦出企划。我觉得可以有，可以有。这样愉快决定了。这时候我应该从桌上拿起两个蓝色的纸条拼在这里，假装是我流下的泪。哈哈啊！看完这些看法之后，我觉得我有罪。哎，什么罪？什么罪啊？重婚罪。咦咦，哎呀，鸡皮疙瘩！这个崩坏娘今天不大对呀、啊！啊，还是让我们看下一张吧。嗯呀，嗯呀，哦，在崩崩五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中呢，开放了一个角色人气投票活动。嗯，当时的前三名大家还记得吧？比如说第一名的西林已经获得了自己画角色的机会哦。嗯，已经在前段时间和大家见面了呢。嗯，那么作为第二名塞西利亚，第三名白狐小姐姐诗音是获得了特装形象的机会。那么说好的特装形象 ，staff， 别催了，别催了，再做啦！现在就来兑现我们的诺言。在这美丽的蓝天大海之间，是我们的塞西利亚大人吗？百合花，百合花裙摆，白色的裙摆。哦，果然是塞西利亚大人呢。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全图吧。哇哦，哇哦，是被塞西利亚大人宠爱的齐亚娜，看到他们这母子两个人这么温馨美妙的画面，真的是太好了。我为什么一下有一种被剧情捅了一刀的感觉呢？嗯，为什么呀？因为我突然想起来，齐亚娜是不是和弗雷亚也有一张这样类似的 CG？ 对，在崩坏二非常非常早的时候 ，C 大给我们画过一张这样的图，当时齐亚娜和弗雷亚在一起有一个这样的互动。然后现在呢，又有了塞西利亚这样的图。齐亚娜一定是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和妈妈这样抱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和弗雷亚做出类似的动作吧。嗯，她一定是想妈妈了吧。突然就感动了呢。嗯，感动了呢。感动之余，我们还有下一个。等一下，等一下，崩坏娘、嗯、你看时间是不是快要到我们下一轮直播间抽奖的时间啦？没错，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吗？直播间的下一期抽奖要开始喽！没错，大家多多刷弹幕哦，多刷弹幕会提高抽奖的概率哦。没错，这是玄学吗？是啊，竟然公然说出这是个玄学，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我可是官方耶。说的好有道理哦。啊，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好的，小狐狸，小狐狸，哇，这穿着木屐，是还穿着白丝，白丝。那么它是，那么它是，哇，还有红色的酒盏，快放完整例会，哇、哎，我们的白狐诗音小姐姐，是我第一喜欢的白丝环节，耶、yeah?。竟然还有了这样的剧情，没错呢。嗯，你看他这个手上的酒盏，在动画动起来的时候，它会轻轻的荡漾，上面那滴水，那滴酒，荡呀荡呀，哇，可真是太美好了。我想到了一句奇怪的话，嗯，诗音小姐姐的酒盏里没有酒，嗯、我却……哎，你等一下，你这个嘉宾不要再说怪话了。我们珍惜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好吗？珍惜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好吗？那我们就下一个环节吧。嗯，好的。大家看够了吗？我觉得大家是没有看够呢。那就不给你们看了。
哦吼，好的呢，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游戏疑问解答了。我们呢从大家的反馈中呢整理了一些问题，在这里统一的进行一下解答。好的，那我们看一下第一题。每次石磨铜条过低的时候都会弹出水晶补体力的弹框，请问能不能去掉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自己会去按加号的，或者能改成那个喂材料的话也行呀。最近就是因为金字塔大冒险的关系，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反馈。在后续的版本当中呢，这个部分的跳转会跳到石磨喂养的那个界面，那大家就可以自己选自己想要喂的东西啦。就不会直接扣水晶啦。那么这个是什么时候才会有呢？什么时候会有呢？预计在明年1月6.9版本的时候跟大家见面哟。那我们看下一题。希望在木桩复文里，就算暴毙了也可以免费复活，因为有的时候需要测试一些濒死回复或者是死亡复活的装备呢。这个建议我们也已经收到啦。在后续的木桩关里面，我们还会增加减伤配置、最大伤害值和伤害次数显示等功能，也请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啦。再做了，这个功能也会在明年1月6.9版本上线。好的啦，好的。那崩坏娘，我们的抽奖是不是抽好啦？是的呢。那就恭喜15位中奖的小伙伴啦。没错。那我们继续吧。大家还要记得7:30还有一次哦，7:30哦。好的，那我们下一题。能不能改进一下助战呀？比如说出一个专门用于集有助战的装备编辑页面，不然每次召唤出来的大佬都是一套刷亲密的装备，心累。这个专属的助战装备呢，其实已经在制作当中了。这个功能上线之后呀，大家就可以在学生证的页面里面进行基友专属的套装的编辑。对不起，今天我们大家都在疯狂的吃螺丝呢，哦吼，真好吃。那我要补充一句，崩坏娘你还得意了啦。那我要补充一句，这个功能也会在明年1月6.9版本上线哦。那看来1月份的这个版本非常值得期待的呢。遇事不决6.9。好的，那我们进入下一题。现在公告条目太多了，很难找到想要看的信息，希望可以优化一下公告界面，比如说把活动信息与各类版本维护 bug 列表区分开来。在做了，以后的公告会分为，你就会说在做了。真的在做了吗？我怎么可能会骗玩家呢，对不对？以后的公告会分为活动和系统两大块，同时还会有自动跳转到对应活动的这个功能。其实我们应该已经有一个可以看的界面啦。虽然这个界面还是在研发中的状态，但是呢，对，我们是真的在做了，是真的在做了。以及呢，如果大家对这个界面有什么意见，可以继续给我们反馈哦。那么这个功能预计会在明年3月份，也就是7.0版本的时候跟大家见面哟。好，我们看下一题。石磨委托的时候，希望能一边挂委托，一边还能正常使用石磨来推图呢。我也希望。在最早的版本里面嘛，因为始磨的成功率和始磨的强度是有关系的，所以所有和始磨成长相关的那些操作都被我们锁定了，就不让大家进行了。但是因此也会发生一些使用上的不便，尤其是对于那些始磨可能不那么多的小伙伴来说。所以说呢，我们会朝着能够更加自由使用、更加舒服的一个方向去改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着急。之后具体的方案呢，应该也会在我们的开发日志上面跟大家见面的。那么悠悠子，这个内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明年3月7.0版本和大家见面哟。是的哟。好的，那我们看最后一题。适合开关什么时候能做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绝大部分时候呀，我们的圣痕效果都是正面的，但是因为崩崩的配装思路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在有的思路里，圣痕的效果就会反而变成负面的了。对，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过说直接给圣痕去设置一个开关，但是圣痕它是有前后置关系的，它会互相之间有效果的关联，所以做开关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很容易触发大量 bug， 所以当时一度就停止了这个想法。然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圣痕的2.0版本。
这个 2.0 版本呢，其实是在不同的功能之间互相切换，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可以在不同的配装当中让这个圣痕发挥不同的作用。可是呢，奈何崩崩套路深，只能大家为了能够让大家保证和自己最喜欢的角色一起进关卡战斗，所以好的，我们知道了，我们错了，我们会做这个功能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催，这个功能真的真的会引发很多很多的 bug，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在尽量稳定不影响大家体验的情况下来实现这件事情，好吗？因为它超级麻烦，所以乐观情况下估计它应该会在明年的 7.1 版本和大家见面哦。嗯哼，嗯哼，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解答的问题啦。大家提的所有的问题，包括之前每次的版本问卷呀，包括贴吧呀，我们都是会看的，以及大家反馈在微博微信开发的日志上面的那些反馈呢，我们都是会看的。虽然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回复给大家，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给我们反馈的，毕竟能够帮我们林姨娘代发这些所有内容的工具人只有悠悠子小姐一个人。身份突然暴露就作为林姨娘唯一的发稿工具人，大家发给我的消息我都会及时的反馈给制作组的。不过因为林姨娘只有我一个发稿工具人，所以不一定能及时回复大家啦。轻点骂要遭不住啦。就是虽然不给大家私信回复，但是大家发过来的内容我们都会是看的，不用特别着急哦。以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去找我们的客服娘哦。好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我知道了，是我们最近开启的那个，对，没错，就是我们最近开启的那个神格写作企划，是吧？崩坏娘又知道了，没错，崩坏娘又知道了，答对了。今天的崩坏娘非常的优秀哦，找不到理由扣她的工资，我真是好难受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没关系，我们还有林阴阳帮你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界面吧。关注崩坏玄二的，我们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来介绍这些小姐姐的文章。哎，好嘞，那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前提。好的，就是关注崩坏玄二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的小伙伴们肯定最近已经看过有几篇神格们写的文章被推送出来了。他们为什么突然开始写文章了呢？说不知道的肯定是没有好好玩那个小剧场，好吧，是因为肯定没有看我们的剧情，好吧，对，是因为安利艾塔的到来让大家在一个名为勇世界创造的网站上开始连载起了自己的小说。打的借口幌子居然是心理治疗。哈，哎，没错，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吗？李设定不可以随便说了啊，真的吗？那我们的神格们都写出了什么样的故事呢？首先是戴因斯莱夫，大家都知道戴因斯莱夫是个雇佣兵，但其实戴因斯莱夫写的故事啊，跟他在战场上打仗没有什么关系，反而跟他在战场上一些很小的事情有关系，比如说，焦糖炖蛋能治黑眼圈吗？焦糖炖蛋还有吗？没有这样的焦糖炖蛋啦。那你做一个嘞。那我们的人偶一愁呢，他写的故事则是和果子店的继承人和自己的后辈学妹小叶子之间的故事。小叶子哦，小叶子，小叶子，崩坏娘，崩坏娘，你知道小叶子是谁吗？不知道。你怎么回答这么果断？你快去林阴阳里面探听一下消息。好的，收到。人偶一写的这篇《昨日的唐宁》是非常非常甜的小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那可是特别适合崩崩和崩坏娘的文章呢。没错，崩坏娘居然没有看，我真是太难过了。崩坏娘，你居然没有看吗？我会去补。崩坏娘今天扣工资的理由找到了。那么我们的傲慢路西法小姐姐，身为堕天使的路西法呀，这次写的故事居然不是有关于实际战争的。他把战场挪到了法庭上，没错，他成为了一名检察官。好，我这次没有说成法师。难道你说成法师了吗？我刚刚有说成一次法师了。他成为一名检察官，那他就是在跟律师进行战斗了。对哦，律师。那被他虐的律师怕不就是大天使？那应该就是在他的世界当中随意的。好了，我觉得我不能说了。哎，
那我来把这部分补完吧。那就是在他的世界当中呢，无论做什么都不重要，输赢也不重要，只要能让天使吃瘪，他就很快乐。我觉得他大概是被之前被天堂打入了地狱，心怀不满，借这种写文章的机会找回自己的自尊。哎，是不是？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这样？但路西法的小说可是一篇非常非常严谨的推理文哟。真的吗？没错。好的，超有意思的，快去看。那请大家快去看一看吧。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我看到弹幕里面有小伙伴来说，我也很在意一个问题，海拉呢？你为什么不说海拉呀？可是真的有人会在意海拉写了什么吗？大家不都是想让海拉把自己写死以达到延年益寿的功能吗？毒乃实出啊！不过作为一个官方不能这样了。好，导播刚刚那段切掉。海拉呢写了，重说了。哎，对，没错。很镇定的开始重说。哎，对，没错。海拉写了自己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逃出了荒岛的故事、嗯、凭借引号自己的努力引号完毕逃出荒岛。哦，原来是这样啊。嗯，那他自己是想要说我再也不要当毒奶了吗？没错。好的吧。哎，这突然陷入了一个逻辑循环。对呀、啊、毒奶说自己再也不会当毒奶，那这句毒奶到底能不能应验呢？对呀、啊。啊，好像有点，这个直播间突然哲学了起来。我觉得崩坏娘可能已经转不过来了。哎，说起来，我们昨天刚刚还推了一篇圆环神奈写的新文章呢。嗯，那圆环写的文章是什么样呢？嗯、大家都知道圆环是一条龙，对吧？你也是条龙吗？这个直播间再玩恶臭梗真的要没有了，这位亲爱的制作人，我们。继续吧。对，圆环是一条龙，那作为一条龙的圆环呢，他写的故事则是当勇者本身就是一条恶龙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好，我看弹幕就知道大家都没有去看，你知道吗？他们都没有看吗？你要去看呐。他们都没有看吗？看快去看。对，一定要去看哦。当勇者本身是一条恶龙的话、嗯、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嗯，再刷你也是龙的这种假粉丝就封号。其实我最最期待的文章是那篇还没有发出来的、嗯、还没有发出来的、嗯、怪异写的一篇文章。 停到这里就可以了。我觉得它非常的有趣，非常值得阅读。 停不能说，虽然我不会告诉你们这篇文章是什么，但是请你们一定要记得去读。悠悠子，你不要这样让我说完。你冷静，我知道分寸。我只想说珍惜我们的直播间呢、啊、嗯，没错。居然还有一位小姐姐的新文章没有更新吗？崩坏娘突然有点期待了呢。崩坏娘，崩坏娘明明一篇都没有读啊，就开始期待了。我会去读的。嗯，好像在正常的情况下那个阵营战确实就是六位小姐姐呢。嗯，我们其实去年的神格阵营战是五位神格的战斗，然后今年和去年暑假的阵营战都是六个使魔的战斗，而今年的阵营战呢，我先不告诉大家到底是多少个人的战斗，但是呢，在勇世界创造这个网页上更新的文章的人应该是有12位。没错，那还有7位神格小姐姐的文章没有和大家见面哟。嗯嗯，那大家猜一猜都是什么样的文章呢？嗯，大概剧透一下的话，大概就是觉醒文啦、穿越文啦、校园轻小说啦、什么 SCP 啦，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啦。啊，好有趣啊！崩坏娘也想写文章，我也想当写手搭档。哎，我觉得崩坏娘这个说法不错啊，崩坏娘，那就交给你这个任务吧。从这个礼拜开始啊，然后每周一篇，一直跟到过完年，好不好？周更太短了，我们日更吧。崩坏娘还有好多其他活要干的。嗯，只要不睡觉，活总能干完的。我觉得你比我还要恶魔一点。有这样吗？对。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脚已经长出来了。好看着呢，磨掉就好了，没关系的。那你已经磨过了吗？今天？哎，是呀。好的。嗯，然后在大家的投稿的后面，我看到有很多玩家有反馈说，
他们也想加入，他们也想帮忙写文章，他们也想去讲述神格和神格之间的故事呢。那么悠悠子，这样的企划，这样的企划已经写完了。没错，大家如果有兴趣参加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的征文活动哟。不过现在就可以提前准备起来了。对啊，好像悠悠子说征文活动会在12月开展吧，那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快点提前准备，说不定就能够抢到先手的。嗯，好的，那我们就看下一页吧。哎，大家来猜猜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可爱的粉色头发，他可爱的星星耳环，是和我们战神无双同款的呢？啊，是那个学生会长。对，这其实是学生会长的牛牛，是专门为这个勇世界创造网站准备的，算网管管管理员就好了，管理员就好了，管理员啊，好吧，算是管理员吧。然后对付着这么一大群的神格小姐姐，我相信牛牛是非常辛苦的呢。哎，我们来看看这个牛牛，好像是有可爱动画的，对不对？哎，可爱。来，崩坏娘，崩坏娘，你来一个，你来一个，牛牛，牛牛是牛奶的牛呢，没错，是牛奶的牛呢。哦吼 ，CV 耿城二，好的，准备，准备。Welcome， 不要拘束，自由咏唱自己的心中世界吧。符合人设，再来一句，好，再来一句。这种内容是不可以发出去的啦，再提交100遍我也不会给你通过的啦。我突然感受到牛牛虽然是个小可爱，可是他的内心真的不容易啊，好像被神格小姐姐们为难着呢。我突然很期待牛牛不想给通过的文章是什么样的。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那我们可不可以开一下后台管理权限呢？应该是可以的吧，不如我们待会儿就。好的好的，你们太可怕了，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好的，矩阵空间的新变化。说到矩阵空间，你们会想到，会想到，喂，那个 boss 的名字叫，那个 boss 的名字叫崩坏娘，不是？崩坏娘快回答，崩坏娘快回答，叫，快给我的提示，快。四个字，四个字，我已经放弃了，我们直接把这张图片放出来吧。崩坏娘扣工资的理由加一。那崩坏娘你知道吗，在崩崩里有三个像菲米利斯这样的 AI， 对，你知道他们分别都是谁吗？对，菲米利斯，菲米利斯，菲米利斯，哈，扣工资理由乘二。崩坏娘看来是真的不知道呢，那我们悠悠子一定知道的了，悠悠子来说吧。他们分别是艾拉、菲米利斯和莫娜。你看答案非常的优秀，崩坏娘，那你是不是要反省一下？那崩坏娘扣的那份工资能不能给我等你干完活吧。哦，好的，既然看到了菲米利斯，我们当然不会给大家看一张这么古早的例会呢。在菲米利斯的这个矩阵空间里面，我们有博士变成了法师，布罗尼亚变成了勇者，牙医变成了厨师。菲米利斯觉得这不行啊，怎么你们大家都穿上了好看的衣服，变成了不同的样子，我不干了。于是菲米利斯给了自己一个全新的造型来。哇，我好了，我也好了。好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但是我有个疑问，我们不是12家的一个游戏吗？对啊，多么的健康，多么的积极，多么的绿色，是不是？是。崩坏娘，你不要心虚啊，来说我们是不是健康、积极又绿色？是。好，非常棒。那我们不如给大家看一点不那么健康、积极又绿色的。喂，悠悠子，你怎么回事 ？Staff， 快放。哎，没有这样的图。哎，好，刚刚这张图怎么回事？就在不存在的企划案里，它就突然间的诞生了。
就是当你跟美术太太关系足够好的时候，嗯，什么梦想都可以实现。嗯，优子，嗯，这样的企划再加十个，下播就写。好的，优秀，优秀。嗯，突然就优秀了呢。嗯嗯，好的，那。不可能在这整个的活动当中只有菲米利斯一个人有这样全新的形象，对不对？那么还有谁会有这样新的形象跟大家见面呢？让大家猜一下吗？想猜一下吗？我觉得这个有点难猜啊，因为目前我们主角团就是大家熟悉的角色里面进去的人其实不是很多，嗯，所以范围其实非常的大，我觉得会有点难猜。嗯嗯，随便猜，不如我们把例会放出来，哎，然后让大家去猜它会变成什么样。对，我觉得这样难度会降低一些。那 staff， 我们来放个例会。哦哦，是我们的小宁弟。哎，宁弟是我们的吃猫咪营养高吗？哎哎，高哎，真的真的，汉语言博大精深。对，吃猫咪营养高吗？吃猫咪营养高吗？高。你们太可怕了，你们太可怕了，你们不要这样子。当然猫咪营养高是给猫咪吃的好吗？嗯，猫咪不是吃小鱼干吗？猫咪吃完了小鱼干然后猫咪营养高。啊，你在说什么？不要说这么可怕的话。好了好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猜到？所以大家有没有猜到？有人猜是小鱼干。你啊，宁弟要变成小鱼干吗？大家说高。他们说高。接下来的部分确实很啊，嗯啊，就是，嗯，那么我们这一次和刚才的菲米利斯一起出现的宁弟会是什么样的形象呢？大家有在猜了吗？我觉得你们全部都在营养高，营养高吗？还有大鱼，他们还有高，生活不易，还有猫粮，嗯。啊，好了，已经不能再发散了。好了，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根本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哦，那是脚链吗？脚上好像被拴上了不得了的东西，还挂上了铃铛。嗯，还有小爪子的鞋哦。嗯，还有呢？嗯，哎，哦，猫爪，出现了猫爪，甚至是粉红色的肉垫。猫耳还远吗？猫耳当然不远了。孟阳，你是不是提前看过了？嘻嘻。哦，猫耳果然长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宁弟的全新形象。哇，我知道，我知道，悠悠子又要说我好了，不对，我死了，我活了，是好了，是好了，又死了，又活了，我看出来了，悠悠子一定是这个套路。孟阳，你说是吧？是的。我又可以了。好的，那么宁弟为什么会被打扮成这样呢？没道理啊，没道理啊，宁弟的性格他应该不会要穿成这个样子，他说不定是被谁逼的呢。嗯，剧透好像是不可以的啊。这样的吗？剧透好像是不可以的。这样的吗？哎，那好吧，那我们就进入下一张吧。哎就不让大家看了，哼。好了，下一张，下一张，不看了。新的小姐姐已经出现，刚才已经出现了10000个新的小姐姐了呀。那么这个新的小姐姐是什么呀？我猜是我最喜欢的神歌觉醒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你最喜欢的吧？哪个环节你不喜欢呀？哪个环节你没有死了又活呀？那我们下一张。你怎么这么急啊？哎，没错。弹幕还有不认识这位小姐姐的小伙伴吗？今天上线就能喂饼神歌觉醒他。命运塔罗牌阿卡纳小姐姐。嗯，哎，哈库你知道吗？阿卡纳其实是一个疯狂的占卜师。是吗？他是不是那种见人就会拉着他的手跟他说，哎，我给你占卜一个呀。嗯，差不多。而且找阿卡纳占卜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就已经是代价了。他其实是想摸别的小姐姐的手吧。全巴比伦学院只有星索会做这样的事情吧。哦，你说的那个叫 Yoko 的星锁呀。嗯，是那个叫 Yoko 的星锁呀。那么找阿卡纳占卜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嗯哼，不一定哦。嗯，我好想去找阿卡纳付出我身上的肥肉作为代价哦。啊，这是不可能的。复制？
付出我的肥肉作为代价。复制是可以的。崩坏娘你是不是去过了？没有，我没有。就是我割十斤肥肉给你，你帮我占卜吗？那也过于的便宜你了。可是命运万一就想取走我身上的肥肉呢？不好说呀，对吧？那么除了这个今天就能和大家见面的阿卡纳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吧。哎，紫色的蝴蝶结，又是个可爱的金毛呢。还有呢？哦，我觉得看到这个瓶子，大家可能已经猜到是谁了。哎，但是哈库，你知道这个瓶子是做什么的吗？这个瓶子难道不是承载的梦想吗？啊，它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哦。啊？什么？五彩斑斓的装着故事的瓶子。哦，这样啊。五彩斑斓，那听上去依然是非常梦幻呢。对，超级梦幻，是吧？嗯。哦，那我们继续看看。哦，它的脚上还有一对两对翅膀。是的，是的。啊、哦，看上去我看弹幕上已经有人猜出来了呢。真的吗？嗯。哦，大家都知道了，那看来这个瓶子的特征性非常非常的鲜明啊。那我们来放出全图吧。我好了，又好了。嗯，我走在好了的第一线。好的。哎，但其实我还是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瓶子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呢？这个瓶子刚才你不是说吗，里面装了故事。那它为什么会装故事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拿着瓶子的这个金毛小姐姐，她非常喜欢听别人的故事，但是她又没法替别人保守秘密。那她这样很不好啊。对，所以她一旦想要把别人的秘密讲出去的时候，她就会拿着这个瓶子。啊，他是对瓶子把故事说出来吗？对，就是对瓶子巴拉巴拉巴拉把故事说了出来，绝对不是什么。那说出来之后他就失忆了吗？大概吧，总之是很方便的设定啦。所以你看这个承载着秘密和故事和梦想的瓶子，它就五彩斑斓的。原来是这样啊。说蹲蹲蹲的是什么意思吗？谁要蹲蹹蹹啦？啊，要蹲蹹蹹这种东西吗？你要蹲蹹蹹这种东西吗？送给你蹲啊。也不是不可以吧。啊，真的吗？你也想吗？啊，我没有，我没有，我不是，我没有，不可以瞎说。那我们还是看下一张吧。好的。哎，是不一样的发色哟。哦，这次的发色好像有点漂亮哦。他会是谁呢？他会是谁呢？好像手上还抱着什么东西，是吧？是的。哦，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哎，这个特征就很鲜明了，对，马上能看出来他是谁了。大家有没有猜到啊？稍微等一等，我们来看看。哦，已经猜到了，有，对对对。那我们就放下完整的那份。那你们很机智的嘛，大家都好聪明啊。对啊。哎，哈库，你有注意到吗？他的手里啊，抱着的其实是一卷布。哦。我听说她是个裁缝小姐姐嘛，对，那捧着布料就很正常啦。但是你看这个布料，它就很特别，它是白的，但是又有点透明，然后还五彩斑斓，没错。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满意白。那大伟哥，你满意吗？喂，隔空喊话是怎么回事啊？刚刚说到啊，她是个裁缝，但其实她全家都是工匠。这好像哪里不对耶。对，因为他抡不动锤子，所以他是裁缝。就总的来说还是弱嘛。没错，不但弱，而且玻璃心哦。哦，他竟然还有这样的设定啊。对哦。来说说看，来说说看。如果有人说他做的衣服不好啊，他会悄悄注册小号在巴比伦匿名论坛上开喷。我怀疑你在暗示谁。你这样真的好吗，悠悠子？我真的没有在暗示谁。真的吗？觉得我在暗示你觉得吗？他在暗示谁，对不对？我不知道。崩坏娘今天已经飞出天外了，我感受到了。那么除了这样的裁缝小姐姐，我们下一张会是什么呢？小花苞。还有呢？哎，胸口也有小花苞。花。还有小翅膀。哎，对哦，好可爱啊，这对翅膀，花花花的小裙裙啊，层层叠叠，好看啦。他是谁呀？他是谁呢？他是谁呀？
我觉得这个好像稍微难度提升了一点，会有一点难猜。这个会比较难，会有点难猜的。就凭这么几张，感觉好像有点点难猜哦。我觉得好像已经有人猜到了，天哪！哦、有人猜到了，已经猜到了。你们也太厉害了吧！你们也太厉害了吧！我们是官方，但是他们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拉扯，我们就不能假装他们完全没有人猜到这种事情吗？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不诚实的事情呢？嗯，我们是官方哎，要面子的嘛。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全图吧。哦，超可爱的，超可爱的，又是你最喜欢的白丝，又是我最喜欢的白丝环节。嗯，给我们讲讲这个小姐姐的故事吧。哎，这个小姐姐啊，讲多了我怕暴露剧情，到时候大家就没有什么惊喜了。但是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她身上一些比较奇特的点。嗯，比方说，你看她打扮的像一个花童，对不对？嗯，她手里拿着的这个小花篮呀，里面的花瓣永远都撒不完。这么方便的设定吗？是呢，走到哪儿撒到哪儿吗？走到哪儿撒到哪儿。那打扫卫生的人岂不是很讨厌他？嗯，比如说崩坏娘。嗯，但是其实也是挺浪漫的嘛。那接下来全楼就靠你扫了。哎，啊，那这么可爱的小女孩打扮成花童，当然会出现在每一个有人要结婚的场面啦。你她能瞬移的吗？哎，这种东西就理解为，算了，这种东西不好理解，就当它是设定了。惊了，作为官方你这样做真的好吗？嗯，反正横竖都是要挨打的，反正就是不讲道理，对吧？好了，我知道了。哎，那个崩坏娘，崩坏娘，最后一轮抽奖是不是时间要到了呀？是快到了呢，已经到了呢，已经到了，已经抽了呢，抽了吗？大家都中奖了吗？弹幕刷起来了吗？其实大家在前面刷的可厉害了。是吗？嗯，那我们恭喜一下这15位小伙伴。没错。好了，总共三轮的抽奖一共有45位小伙伴中奖了，恭喜大家，恭喜大家。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是不是神格还没有结束啊？对，还有一个，还有，我觉得这个很难猜。这个才猜到，真的，作为一个官方，我能很自信的说，这个就算放完整的图片，也没有人能猜出来。真的吗？真的。那，你大致跟大家透露一点背景呢？嗯，它是一件很老的地图装，嗯，还蛮好用的。这难道不是废话吗？天哪！只能透露到这里，这也算是透露吗？但是如果真的有人猜到了呢？看到这个摄像头了吗，崩坏娘？嗯，如果有人猜到，我今天当场把这个摄像头吃掉。大家猜起来，快快快，快猜起来！之后我们就由游戏直播环节变成了科技走进生活未尽环节。哎，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有人猜到！优子来表演一个吃看不见，看不见，失明了。优子，你这样真的好吗？什么都看不见，真的有人猜到了。刚刚30秒发生了什么？不记得了。哎，我怎么坐在这里？到哪个环节了？优子，你这样真的好吗？嗯，要不我们继续往下透图吧。嗯，哦，胸口有花。对，是有荷花在袖子和胸口。然后呢，头上也有戴。看全图吧。甚至整个人都坐在花里，可真是太好看了。大家猜到了吗？没有啊，没有人猜到。我怎么觉得好像刚刚有人猜到了？我看到有人猜到了，来吃，没有看到这种东西啊！突然失明了，奇怪，你这样真的好吗？突然失明了，你在逃避点什么？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呢？啊，为了保证这个直播的完整性，我决定让悠悠子在下播之后来吃这个摄像头，到时候会给大家留下影像资料，大家敬请期待，好吗？嗯，我发现已经很多人都猜到了啊。大家真的都猜到了，你怎么回事？你的自信是哪里来的？你还带坏崩坏娘，跟他说肯定没有人猜得出来。嗯，我还有100多个企划没有写完呢。好吧，那就先饶你一命吧。没关系，他可以吃完了之后再慢慢写。没有吃完了之后的我了吧？好的，那我们的神格就这些了吗？没有了吗？没错呢，应该是就只有这些了哟。那 staff， 不对呀，啾啾，这个啾啾
这个啾啾银猴长尾山雀是谁悄悄 贴进去的？嗯，不是我。那就是你了。嗯嗯，在第一时间立刻说不是我，那肯定是你。稍微看起来也没有关系吧。嗯，好吧，那我们把它看完吧。又是啾啾、啊、胸口也有个啾啾呢。还有呢？哦，连笔的头都是啾啾。他是有多喜欢啾啾呀？他是有多喜欢啾啾呀？我们能不能不说啾啾而说银猴长尾山雀呢？因为我觉得弹幕再过不了30秒就会奔向另一个梗池。啊，这样的吗？他们都说是夜莺、嗯、不是的啦。还有写咕咕咕的都有呢。咕咕是咕咕咕咕。好了我们还是放一下完成例会吧。完成图吧。哇，这个小姐姐有点可爱哦。她真可爱、嗯。是我最喜欢的单腿白丝环节。啊，单腿白丝还有一条腿呢。那还有一条腿呢？单腿白丝也是一种浪漫嘛，对不对？哦，这样啊。好的，那这个角色呢，其实啊，他并不是一个神格觉醒角色，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即将看到的角色。嗯，他会加入我们的剧情当中。嗯嗯，至于什么时候呢？应该就在下个月了啊、嗯。希望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可以来搞。告诉我们好吗？好吗？那接下来大家可以一边听着直播，一边准备打团战喽。打团战还有半个小时吧？对的。嗯，准备好可以准备起来。对，可以准备起来了。嗯嗯，手机已经被导播没收的我，此刻好紧张啊。嗯，我好担心，因为今天没有打团战被踢出我们团。你说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现状。嗯，那我们。接下来是要结束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哎哎，看，突然气氛变得不大一样了呢。看，风化娘，这是你准备的吗？嗯。哇，今天这么优秀的吗？那是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标题：《崩坏学院二 DLC 第二期制作决定，新内容首次公开》。此时应该响起音乐。啊，音乐没有音乐啊！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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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为难崩坏娘了吧。崩二友善口记者秦兵为崩坏娘。天哪，不要这样为难崩坏娘了。好了，我们来看一点实实在在的内容吧。哦，哎，是一个看起来就是科技点数点了很高的城市呢。嗯。其实这个建筑上面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嗯，有吗？没有，没有，异口同声，还行。那我们看下张图。哦、现在呢？哦哦哦哦哦，嗯。啊哈，崩坏娘摁的这么快，那由崩坏娘来说吧。大家都已经刷出来了 ，ME。哇，真的耶！为什么弹幕的大家眼睛都这么好？我突然有点难过。对了。那这个 ME 设说明是跟雅小姐呸雷小姐雷电小姐有关的剧情了啦。嗯嗯，那么在这个世界里究竟会发生什么呢？哎，刚刚说到了雷电牙医小姐的话、嗯、那我猜下一张图一定是是什么？是他们，是那个女人。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可以来复一下盘。嗯，在上一次的 DLC 里、嗯，我们的主角是谁？九霄。九霄，对吧？那么这次的新 DLC， 我们的主角会是谁呢？他就是谁呢？你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两个人都没有声音了？可能是那个女人，就是那个女人。雷电牙医吗？嗯，也许大概可能算了，我们还是直接看吧。哎，对，我们真正的女主角齐亚娜，果然是齐亚娜呢、嗯。对，没错呢，我猜的就是她。然后你们又知道了了。嗯，刚才明明都不敢说的了。哎，齐亚娜这身衣服好像看上去很高端嘛。那他头顶的猫耳同款周边什么的有在安排了吗？好，交给你了。哎，
没有这种安排，这个环节跳过。嗯，那么在这个世界的齐亚娜还有什么新的可以看吗？哦，嗯，为什么突然换上了睡裙？这是睡裙吗？哎，这不是睡裙吗？我觉得看上去有一点点像病号服呢。哎，那发生了什么？可是又有可能是什么研究机构之类奇怪的场合穿的衣服？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感觉他跟雷电牙医也许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那这么说来，主线终于回到CP 糖了、没有这样的 CP， 没有这样的糖，法务警告，对不起，好吗？对不起，嗯，这个直播间我们还想要，对不起，嗯，好，那么在提亚娜身上到底究竟遭遇了什么呢？啊，什么时候才能玩到新的 DLC 哟？等着啦，等着啦，好吧，那我们就搓手手期待吧，期待吧，嗯，好的，那我们的直播呢也要进入尾声喽，嗯。但是在结束之前肯定要给大家放出一波福利啦，就是大家十分喜欢的失恋环节。由我们三个呢一共抽出五次失恋，每出一个金光呢就会给大家发50水晶，如果呢是粉光就算作是2次金光，石磨碎片不算的哦。举例来说呢，如果我们一共出了18金光，就会从明天开始连续发放10天，每天50水晶哦。嘿嘿，那我们就开始咯，斯大夫，请上设备。等一下，我觉得刚才我们开播时间，因为我们推流的原因而造成了延迟，所以我觉得，应该给大家多抽2发吧，好不好？好，三个人一共抽7发失联，好不好？好。又到了我最喜欢的。哎，等一下，刚才你的那个，哎，对对对，封面。看，大家看，出现了，大家一起跟着林姨娘荡呀荡，抱着崩坏娘荡呀荡，荡呀荡，好，感受着心灵的宁静。好歹我也是，你看崩坏娘有你，嗯，你看崩坏娘有你，对，那我们就开始抽，开始抽吧。哦，刚才 staff 小姐姐跟我说，我们接下来还有机会让大家获得这样的看板。悠悠子，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我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就是在即将到来的 CP25 啦。哦，那 CP25 的时候，蹦蹦就是要参展的咯。那我们这边还差了一个好东西。哎，真的可以放吗？真的可以放吗？老公给我切一下。哎，什么东西都被制作人剧透完了、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个齐亚娜她在喝什么，她还捧着什么，是不是很可爱？可以了，好，这齐亚娜是我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快乐的抽奖环节吧。好的，那谁来抽第一发呢？那我来吧，崩坏玄二指定欧皇。哼，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那么爱立 flag 的人下一秒是不是就要垮掉？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表演一个10连8金啊，10连8金，希望他不要垮掉。嗯，开始了吗？这就开始了吗？开始了，来了，开始了，来了，来了，哎，出现吧！呜呼！哎，一斤，垮掉，垮掉，垮掉。刚才谁说自己是欧皇？刚才是谁说的？这样的欧皇在哪里？对不起。好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啦。你还要给他机会啊？再给一次嘛。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觉得他可能会被暗杀。这个账号有问题，我抽我自己的号，它不是这个概率。真的吗？真的吗？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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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即将看到未来，啊啦啦啦，垮掉，要么，
要么这样吧，要么这样吧。没有这样的官方人员。我们让崩坏娘抽，你看怎么样？没有这样的官方人员。告诉你们，这场崩坏娘完了我就完了。我跟你说，最安全的行为就是让崩坏娘抽，因为崩坏娘抽，就是扣他的工资。导播是不是悄悄调过了概率？我不可能抽出这个概率。崩坏娘交给你了。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崩坏娘最近可厉害了啊！来，崩坏娘来，我开始了，点，我开始了，我真的开始了，好的，我你哟哟，看看，出场的崩坏娘，两斤也行，两斤也行，你看一斤，嗯，两斤，两斤。抄袭哦，不算。这可怎么办呀？我告诉你们，这一定是 staff 的锅，这一定是 staff 的锅。我以前我的账号不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我突然发现，不是，我突然发现你跟悠悠子两个人说了同样一句话，怎么回事？感觉今天我跟崩坏娘被针对了。我告诉你，真的吗？不信邪，那你们觉得再抽一发，再抽一发，好好好，崩坏娘再来一发，再来一发，可以可以，点，不要害怕，来吧，来了，少女向前冲，来了，好，让我们看看，哟，怎么就，已经，这可怎么办啊？四发十连，全都是我真实抽奖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们还要让崩坏娘继续抽吗？大家是想剩下来还有三发，对，然后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大家要谁来抽。你们是想看悠悠子抽，还是想看崩坏娘抽，还是想看 staff 抽？我觉得大家会说，反正谁抽都是已经无所谓了。真的吗？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太丢人了，太让我们辞职啊！怎么办？这可怎么办？那这可怎么办？没有放松，没有这样的放松事故，同学们没有。怎么办？他们要让 staff 抽 staff， 我看见了 staff 来吧。他们要 staff， 那我们让 staff 抽一发，我们先让 staff 抽一发，看看是不是能够变好。如果能变好呢，我们就让 staff 继续抽，如果不行呢，我们就让崩坏娘继续丢人，大家觉得怎么样？好像哪里不对，好像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话。好的，好， staff 开抽了， staff 你的抽，蓝，好，够一个。staff 说他觉得要出货了，一个 staff 假装要出货了， staff 说他觉得要出货了，他说他撤回了那句话，丢人 staff， 你看就是有问题，是怎么办，是我告诉你就是有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哎， staff 不放弃，还要再抽一发，继续冲了起来， staff 不放弃，非要帮大家再抽一发，然后 staff 再继续， staff 再现丢人，你倒是消耗呀，点，自己脸黑呢就不要怪游戏，一个好了呀，然后结束了呀，坏起来了，你看哼，我们是不是还有最后一发十连？我们还有一发，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这发呢，我们还是让崩坏娘抽，如果崩坏娘还是只抽到一发呢，我再给大家加一发十连，好不好？那崩坏娘，我们开始吧。好吧。崩坏娘，你振作一点。崩坏娘，你振作一点，你可以的。我已经不抱希望了，我真的觉得这个有问题。你看呀，你看呀，你看呀，这算不算我们蹦蹦直播有史以来最大放送事故？其实并没有，
当年大伟哥抽也是这样的。哎，是这样吗？我们要么再抽一发。我们再抽一发吗？再抽一发吧，先再抽一发。我不抽了，我罢工。崩坏娘已经放弃了。崩坏娘竟然已经放弃了今晚的工资。没有，不是的。罢起了工。那我们就由哈普小姐姐来抽。我来抽一发试试，说不定呢，你们说是吧？说不定呢，说不定呢。我觉得我们已经快要抽到100兑换了。抽吧。来了来了来了，你可以。不行了，没有了，没有了，别呀，别呀！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上直播就会遇见这种情况。行吧，那我们就抽到100发吧。我们已经抽了8发了吗？如果下一发出了2斤，嗯、就停，就停手。如果下一发，如果下一发。只出了1斤，我们就抽满100发，好吧？好，好，准备开始，点。你看第一发，哎呦，希望。我跟你讲，可以，恭喜恭喜恭喜！到此为止，我跟你说9。9是个好数字啊！好了，官方终于挽回颜面。哎，怎么黑了啊！我们快乐的失联环节就结束啦！哎呦，好累啊！挽回了那么一点点颜面，终于挽回了颜面。好了，就这样结束了我们9发的失联。所以 staff 统计出来一共是多少发来着？我们一共抽了9发，送11天的，每天50水晶。OK， 11天，每天50水晶。接下来11天，大家不要忘记登录哦，每天都要登录哦。哎，好了，突然觉得这个直播做的心好累啊。我跟你说，我们已经差不多快要逼近打团的时间了，大家要散了。但是此时此刻离开的各位。你们要后悔的，因为没错，马上就会有一个彩蛋。那么这个彩蛋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齐雅娜的中文角色歌。是的，我们的主角今年终于拥有了他自己专属的中文角色歌。正式的 PV 正在制作中哦，大家不用着急，齐雅娜过生日的时候大家一定就能看到了。以及其实这次我们的音乐在最后一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那一段是我们上海交响乐团提供的支持，是一段非常好听的弦乐。没错，那欢乐时光就要结束啦。对哟，大家拿起手机准备打团呐。崩坏娘，刀哥，快把我的手机还给我。崩坏娘，好的，大家啊，那么今天直播就到此结束了。耶，那我们下次见啦。下次见。